给啊。还有这边 BMW 人生部品手套。呀，多少钱？重点。多少钱？什么尺寸？这个的话。6000起。这个大概6000多块。哼，我看一下条码，你拍在镜头近一点，不然客人就说啊，这是假货哟。这都是真的。BMW 的。BMW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你太快了啦。是嘞。BMW 在哪？这边。OK。还有什么好康的？这样就没了。今天来的货是成这样。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不是一起让三个箱子拆开三天的货嘞？没了吗？没了。那你要跟客户讲一下地址啊，要买的话怎样？可以寄出去吗？我住很远，没办法面交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的 FB 和我们的露天都会有这些商品的资讯。先汇款免运费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太远没办法到我们现场店里面来购买的话，你就直接汇款。那我们确定之后，我们就帮你免运费的帮你寄出。你大概2-3个工作天就可以收到。但是安全帽，我建议来试套下比较好。安全帽。还有一些防摔衣啦，这些东西比较需要现场的试穿试戴，会比较不会尺寸有问题。对啊，那也可以现场看到东西也比较准，你也会比较确定是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好，赶快来抢购哦。